是那你不要用手机打，你用家里私话电话打。对啊，就不要拿着家里私话的，我要睡觉，也要睡觉接到手机不在就方便。手机比较简单，就放在旁边就可以，随手拿就电话还要拿回来。我不担心他会打给我，对不对？他也会打，如果你没打过去，他会打过来。哎，打过。打电话问你吃饱没？你现在在哪里？你还听得到？还不是我们班的呀？人家讲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。要睡觉，他们呀，我的弟弟也，他们回来九点了，九点钟他还想聊吧？可是他们有时差，他们时间比台湾早吧？时间一样吗？没有没有一样，同个时段的。打到上海吗？上海是同没有时差，一打到新疆就有了。对，这边怎么会有时差啦？一样，一样，一样。